院委员李明金、卢秀燕等27人有建议，近来每当有台风侵袭，中央气象局发布台风警报后，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网站即刻在短暂时间内遭民众入侵、篡改停班停课相关资讯或发布错误的资讯，显见政府机关网站的资讯安全保障鲜有不足，严建请行政院应全面检讨各机关网站之资讯安全维护措施，以防止类似情况再度发生，是否有当敬请公决。谢谢。本院委员李明星等27人提案，本案作如下决议：函请行政院处，因为院会有异，